在此刻一起听见夏日限定的美好。晚上好，这里是 FM27.1 原来我很爱你深夜电台，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万鹏。今天呢，我也来继续陪大家聊天追剧。在每次看到播出的情节时，我都能想到当时我们是怎么拍摄出来的。所以呢，在本期的深夜电台中，除了分享一下自己的追剧感受和一些幕后感受之外，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扮演桑无烟的时候一些和视障人士相处的感想。今天播出的剧情里，桑无烟同学又发生了些小插曲，误吃牛肉导致过敏。苏念青呢，就和桑无烟要求说，以后去工作都要带饭，不然就每天中午接他回家吃饭。拍摄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有暗暗在想，苏念青这个行为会不会有点霸道？但仔细想想，所谓关心则乱，其实他的初衷只是想要每天都和桑无烟多待一会儿，只是不太会表达而已。当然啦，桑无烟同学也很体谅他的，毕竟才华横溢，能够写好歌，还能每天按时去接送女朋友上下班，这两点对于苏念青来说其实都是不容易的事情。不知道大家谈恋爱的时候会不会希望男朋友来接送自己上下班呢？另外，今晚的剧情也正式揭露苏念青的真实身份。我想大家看剧的时候应该都有类似的经历吧，会掉入编剧老师们的陷阱。比如偶像剧中男女主角的身份总是会有反转。不得不说，苏念青虽然说起话来有些霸道，但他对桑无烟那种无微不至的照顾会让人感觉到他真的很爱桑无烟。就比如他会担心桑无烟的安危，吵架之后发现他落了手机，就默默地跟在他后面护送他回家，确认他安全之后才离开。还有他会主动去桑无烟工作的电台示好，主动迈出第一步，希望可以缓和两个人的矛盾。其实吵架的时候先低头的一方是挺不容易的，对于内心一直很骄傲的苏念青来说就更不容易了。但是因为他明白桑无烟对自己有多么的重要，所以才能够说服自己放下心中的那些骄傲，维护他认定的爱情。他们之间呢，也会互相送一些有纪念意义的礼物，比如苏念青戴了很多年的手表，这块手表呢是可以用手摸到时间的。对于苏念青这种眼睛只能看到3尺以内移动物体的视障人士来说，这种手表使用起来就会非常的方便了。而且这款表是专门为盲人定制的哦。在这之前，桑无烟呢也有特意将一块寻找了很久的手表送给苏念青。再之后，苏念青又把自己修好的手表又送给了他。在某种意义上，这也算是完成了一个信物的互相交换吧。其实贵重的不是物品的价格有多高，而是在这里面都带有了他们两个人的心意。在我们这部剧中有一些关于讲到特殊学校孩子们的剧情。在拍摄之前，我特意去了解了一些情况，虽然可能有的小朋友是看不见的，有一些是听不见的，但他们在其他方面都会有一些普通人比不了的才华。比如说对节奏特别的敏感，还有的小朋友记忆力特别惊人，所以看到他们就仿佛看到了小天使们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和我们沟通相处。最最重要的是他们真的很善良，很乐于助人，时刻关注着身边人的感受。我曾经认为他们才是最需要保护的，但其实我们对他们最大的尊重和爱就是像和平常人一样平等地对待他们。在这里呢，也呼吁大家一视同仁地对待视障人士，希望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代班主持又上线了，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小王子的故事。小王子又来打扰我的思绪了，你确认为花？算了吧算了吧，我什么也不认为，我是随便回答你的，我可有正经事要做。他惊讶地看着我，正经事？他看着我，手拿锤子，手指沾满了油污，伏在了一个在他看来丑不可言的肌腱上，
你说话就和那些大人一样。这话使我有点难堪，可是他又尖刻无情地说道，你什么都分不清，你把什么都混在一起。他着实非常恼火，摇动着脑袋，金黄色的头发随风颤抖着。我到过一个星球，上面住着一个红脸先生，他从来没闻过一朵花，他从来没有看过一颗星星，他什么人也没有喜欢过，除了算账以外，他什么也没有做过。他整天同你一样老是说，我有正经事，我是个严肃的人，这使他傲气十足。他简直不像是个人，他是个蘑菇。是个什么？是个蘑菇。小王子当时气得脸色发白。嗯，时间过得好快啊，今天的节目就要到尾声了。下一期我还会陪大家一起聊聊天，谈谈剧。那么我们下次节目见喽。想起了什么，像是在哪里听过，不自觉的从谣言深陷认出你的我。下一秒钟你抬头对我笑着说各自拗口，时常言不由衷，但遇到你后一切变不同。遇到你后星空一直在身后，遇到你后才学会爱的自由。想对你说，只要有你就足够，用整个宇宙也不换你的红豆。遇到你后连台风都温柔，你在怀中什么，像是在哪里听过，不自觉的从谣言深陷认出你的我。下一秒钟你抬头对我笑着说各自拗口，我熄灭了黑暗中自然而然拥抱牵手。我时常言不由衷，但遇到你后一切变不同。遇到你后星空一直在身后，遇到你后才学会爱的自由。想对你说，只要有你就足够，用整个宇宙也不